Olavo, é? Não sei. Oh, eu lá. E aí, é? Oh, 老哥, 又来, 没事, 我冲锋, 我冲锋, 冲锋战神, 大丈夫ですね。 真心觉得缺子弹, 什么? 还有宝没捡是不是?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搞不太懂东西在哪里，看了好久才看懂。现在我已经懂了，这一张真的挺漫长的，因为这一张我们在走的时候，李阳正在交火，然后李阳还是会经过这里。 嗯，哦，讲的对，所以客家一点强化那个手枪子弹的提取量才是对的。哎呀，小艇钥匙。Leon。 Looking for something? Oh, 结束了。先存个档。本章成绩，嗯，还不错吧？OK 吧？表现优异。 I have something to ask you, but I don't think I'll get a straight answer. Raccoon City. You know, after the incident, the world changed. You try to save one person, 100 others die. I guess I changed too. You? Leon S. Kennedy. You haven't changed. You just think you have. So here's my question. Have you changed, Ada? Or are you just trying to use me again? What do you think? We're here. Don't think too hard, handsome. See you later. Story of my life.
Whose blood are you here for this time? Mine or Sadler's? That all depends on you. Change of plans. Of course, you're free to refuse. Think that gun's gonna be enough? Interesting. Okay. I'll do it. But cost you extra. Wise decision. Send you the new coordinates. And remember, I do not like waiting, I know.那如果一枪把它蹦掉就好玩了，有东西了啊！这个没挤掉哎、欸，啊不管了、啊，我无所谓啊，我不缺材料了。啊，这边我看过，我看过，我知道怎么找，可以吧？一只电电哥，啊电电哥嘞 ，Oh no， 电电哥，啊！Surprise, motherfucker！ 对神又是暗杀，一击就没了。你是正面战，你砍他四五次，他还是活得好好的，超奇妙，奇葩的设定。这边还有，哎，打屁屁。嘿嘿嘿嘿，好色！等下李昂开门吗？哦，那边感觉就不是怎么好。哦，这边我印象我知道有那个妖魔鬼怪。妖魔鬼怪哈，用个散弹枪。这就是为什么要先看别人玩，所以我有时候我会先剧透自己，先看直播，先看实况啊，反正你要怎么叫都可以啊，随便你。这年头叫直播也好，叫直播也叫实况也好，都无所谓。听得懂就好了。哦，有宝哎、欸！哦，水晶矿石。下去。对吧？你看，僵尸我就一刀倒。刺客教条，哎呀！哎呀，这边先丢。哎，没了。哦哦，我懂了，因为我会没事，是因为我在那边稍微摸了一下。哦，逼归了一下。这游戏其实玩到这边就快结局了，没什么太大的兴趣把东西给捡满。又有草了，好耶！是会跟东西过意不去呢？这边真的很多妖魔鬼怪啊，不好小啊，怪怪的东西很多啊。电梯运作神，哇哦！嗨，各位。我、哦、操！
闪弹被我升到有点厉害啊！屌的，没什么东西可以喝，好可惜哦。 像这种地方，很多人的。我带散弹没办法通关呢。算你有良心，还可以存档。还有什么可以买？ 喷雾资源，重型手榴弹啊，加减，颜色力，容量吧。然后，等一下要打群体战，小心点还是比较好。 然后那个气动我不要了，手枪吧。好，然后再来，嗯，散弹做一点，哇散弹做完就没了，好吧。 还有草，哎，这边准备齐全呢，什么都有了。哎，你就是告诉我，安安，你等一下遇到很多敌人哦，你要自己想办法哟。哎，那有什么问题？快结束了，这不就来了吗？然后呢？ 来啊！哦，哎呀！啊，哎呀！等等等等等，不能这样子搞啊！ 一起死！哦，你就这点本事，到了！哇，王者降临呢，还有看台哦，在哪里？在哪里？我早就准备好了，Standby。 吃我一锤啊！有一个王者降临，就知道你们要干嘛了。哎，靠腰，有东西没捡到，鸡玩！幸好我先看别人玩过，大致上知道怎么解。 有宝哎！嗯，这个拿小手枪绝对扛不住，对手太 OP 哎，好呀，没办法这样跳啊。嗯，确实。
你又不是刺客，小袋资源。冲锋枪吧，到后面铁定是被包围的份儿啊。被包围的话就不能皮了。那这样子我还能再出去吗？不行耶。好吧，那直接当作你进关卡了，不屌你了。好吧 ，Natural K。我的散弹也没了，完了。Sorry, I'm late. You brought the medicine just in time. Can you stand? Where's Luis? He was worried about you. Till the end.Come on, we don't have much time. Let's get rid of these things. For Luis. Ada, come in. There's a lab where we can remove the parasites. Had a crazy hunch that you'd know where it is. Their most important facilities are housed in their sanctuary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That's where I'd look.Huh, you did the encyclopedia. Happy to help. Now you owe me. Encyclopedia. 那我现在准备存那个，存资源去换那个。哦，存资源就换那个冲锋枪子弹。哎呀，这不是我们的商人叔叔吗？哇，你真是神出鬼没呢。有人有办法一次存档都不存这张通关吗？应该没那么厉害吧。那这样子我也没东西可以买可以卖。我任务又没起。啊，圣甲虫。好麻烦哦，不想找，你怎么不自己去拿？I need to open this to get to the comms facility. It needs some power, though. 冷冻区。哦，那你没救了，老哥。看到这个就知道没救了。来喽，最好玩的地方来喽，最不喜欢的地方来了。搞得跟恐怖游戏一样的地方。哇哦，这里还亮亮的呢。看那李阳已经先行帮我处理掉了吗？太快。Out. 再来啊！想不到吧？你才是真正的笨蛋。确实。哎。哦，有草。那我觉得这游戏里面的人都还蛮健康的，你看。提倡吃素的好。哦，真的散弹子哦，有有。和你散弹子弹。那我觉得我的散弹很不妙的。散弹的库存。好，那让我们全部升满了。
艾达自己吓了一下，哦，门打开了。妈、啊，艾达那个征战多时，还会怕这种东西？嗯，还有东西吗？哎、欸，我记得这边好像有一只呢，好像是吧？没哦哟哎嗯友善怪物还会自己清场真的这种游戏尤其是 Jump Scare 的游戏先看过片玩是对的，你哪天就先被他吓死了 ？Oh no！ 哇，好暗！暗冥魔，边铁定还有啊！哎，我听到声音了。哦，单发型的很亏耶。哎呀呀呀！单发型真的很不划算，圣甲虫哦，就是你要的，我不在乎。我说实在的，另外一边杰普士这边好像最少有三只吧，所以有时候像这种游戏，我会直接剧透我自己，这样比较快一点。直接剧透自己，安内卡金，没省掉很多问题。但我觉得自己玩的时候，铁定是没办法想的这么顺利啊。登场，冷冻区应该没有了吧？我不会觉得冷。喂，哇，这很厉害。That was bound to happen. 我突然抖了一下。再来嘞。去系统室，所以我还要去解剖区哦，好像是吧？不然好像也没路可以走了。啊，不对，对。没了。嘿，打到我快没血，上来就先扇我一拳。刚刚说哇，还有人哦。这不是太结实啊，不怕打你。然后呢？哦，要想办法回系统室。耐打的人，
那挥我这么多拳，他应该就问他怎么这样都还不死。欧诺，换他也欧诺了。哦no， 完了！啊，奇怪，不是有很多那个不能走的地方吗？好吧，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跟不能走。重点是这黄色油漆是谁刷的？知道的可以跟我讲一下吗？好了，我们就照着路走吧。不要皮呀、啊！哦，这边跟你步枪子弹代表什么呢？没有错。又有那个家伙了，铁定是。小心点，我要先带手枪好了。哦，冰箱。啊，黑炉哇！叫的跟女孩一样。他会过来吗？哎，我本来想说搞他呢。哎，还有。吓死我了！这么近，总不会密室了吧？哇！爱岛姐姐，我要抱抱！真变态！不能看到正妹就这样子啊！要被告性骚扰你。如果我这边没卡，没有卡关，是不是就……啊，洛哈，到底有几颗心脏啊？哇，完了！可以不打、哦。你啊！啊，勇于挑战！为民除害啊！告诉你啊，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哪里？又 miss， 那你等一等，拉个距离如何？我会开门呢。哎呦，好痛！差点没命呢。我差一点就可以把他给干死，哎，觉得好可惜哦。人就是会有挑战的心理，然后我下不去哦。主要我这把是单发啊，